我们这一集呢，专门讲韩信，是千古奇冤说韩信。我年轻的时候啊，读这个《淮阴侯列传》，包括读这个楚汉战争时候这个历史，对于韩信这个人啊，确实是印象极深。这样一个有勇有智、有谋有貌，这么一个贵族贵公子，立下如此大功。最后你说被设计害死，确实是令人扼腕叹息。所以呢，我在这一讲想给大家呢，从这个韩信的这个一生呢，来总结一下他的这个人生际遇。那么秦始皇暴崩之后，我们都知道天下大乱，二世而亡。而后呢，刘邦和项羽楚汉战争开始，项羽和刘邦争霸啊，由于刘邦啊善于总揽英才，多少英雄他都用了，都归他手下了。其中呢，最杰出的军事天才就是谁呢？就是淮阴侯韩信。当然了，韩信也当过齐王，也当过楚王，最后被这个刘邦降为淮阴侯了。韩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之一。韩信这个人啊，精通兵法，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这个军事典故。你看，而且他这个韩信，记住了啊，韩信这个人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历史名人当中拥有成语和典故最多的人。我们平时知道的、耳熟能详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为营、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等等啊，全是韩信的。他的用兵之道啊，历代兵家都是非常推崇。那么我们要讲的就先从他韩信的出身讲起。韩信青少年时代家里比较穷，他从前是贵族子弟，但是呢，在他年纪轻轻，估计是少年时代就父母双亡，所以呢，他当时常常四处蹭饭吃。那么秦朝大乱之前呢，他呢曾经多次前往这个下乡南昌厅亭长，那个人应该是他们家的老朋友，吃闲饭。接连数月，那亭长的老婆就特别嫌憎他。一早呢，有一天啊，一早就把饭煮好，赶紧和她老公坐在床上，就把那个饭给吃掉了。结果开饭的时间到了，韩信又去了，一看到没有自己的饭食，一看这亭长和他老婆已经吃完了，他就知道，你看这夫妇俩嫌憎自己，一怒而去。但韩信怒是怒了，肚子可到时候他就饿啊。韩信呢，只得在城下找个小河边去钓鱼。估计呢，他当时也是姜太公钓鱼，基本钓不到鱼。当时呢，河边有一些漂洗思绪的中年妇女。现在好多一说啊，什么洗棉花的，秦朝那阵还没棉花呢。也就是史书上说的呢，那些中年妇女叫什么？叫漂母。其中呢，有一个漂母，就其中的一个中年妇女，看到韩信饿得眼睛发蓝。估计呢，他自己也有儿子，知道这个青少年啊，这个发育长身体的时候是非常饿，就非常不忍心，就把他自己带的饭给韩信吃。就这样呢，漂母漂洗了数十天的这个思绪，为韩信呢带了数十天的饭。等漂母们手中这活干完那天呢，韩信就对这个漂母表示，日后如果有一天我贵显了，我发达了，我一定会重重回报您今日对我的恩德。没想到漂母啊挺不高兴，就指斥他，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像漂母什么意思呢？你说你一个老爷们儿，一个男人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是因为可怜你啊，你是有才，因为你是王公贵族之后，我才给你饭吃，难道我真是希望你日后回报给我什么吗？你看，大丈夫王孙，这是漂母对韩信的尊敬和尊称。由此可见呢，漂母的话语呢，其实也是暗含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韩信当时听着很惭愧。后来呢，韩信帮刘邦打败项羽，被封为楚王，他就马上召见那位漂母，赠他黄金1000两，表示感谢。漂母啊，在当时如此贫穷的妇人，乱世血腥与困顿苦厄，你看丝毫没能改变和侵蚀这位善良妇人的心，也没有改变她的人性，
那么出于伟大的母爱，他宁可自己病日而食。什么叫病日而食呢？就两天的饭只能一天吃，他也要把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个刁糊饭，刁糊饭他当时那饭不是现在大米饭，还五常大米啥的，当时就是绞白子，他把这个东西自己唯一能糊口能果腹的东西给韩信吃，给这个落魄王孙吃。这种仁爱确实太大了，特别是呢票母当时的怒言啊，当时大丈夫不能自食啊，就这些对他的这些数落，等于是呢实际上是振聋发聩，对韩信一生影响至大，激励这一代英杰啊他自立和自强，唤醒了他为乱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下面我讲一个成语叫胯下之辱，这个跟韩信有关。胯下之辱的本意呢，就是指那种非常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那么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当韩信还是个小青年，他没有发迹的时候啊，他在自己的老家淮阴闹市当中闲逛，当时就有个年轻的屠户侮辱韩信，当众啊，你看你虽然人长得很高大，又喜欢带刀弄剑的，其实你是个胆小鬼。韩信当时就没搭茬，这屠户呢得寸进尺，当众接着侮辱他，你要不怕死你就拿剑刺我，如果你怕死你就认怂，从我胯下爬过去。当时韩信是怎么表示呢？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屠夫一番，然后低下身去趴在地上，从屠夫的胯下就爬了过去了。当时满街的人哄堂大笑，当时都认为韩信的人胆儿太小。因为什么呢？你想胯下之辱这个词儿啊，它是侮辱的最高级别了。在秦汉时期啊，我们中国人是性情刚烈，这样的侮辱啊那一般人都忍受不了。但当时韩信他是真是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吗？我认为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之辱，故能为天下之不能为之事。我们想一想，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在当时闹事这么多人的哄堂大笑之中，忍受如此奇耻大辱，韩信是一般人吗？肯定不是一般人。如果当时他不忍，我们都知道秦法特别严酷，你闹事当中没事交头接耳都能被官吏抓起来，认为你这是诽谤朝廷杀掉，你别说真是当众杀人了，肯定要被官府抓住杀头的。因为那个时候秦朝还没乱，还是属于秦朝的太平盛世呢，只要杀人肯定结果是很快就被杀。但历史证明，如果韩信当时和这个青年屠夫争个义气，日后他还哪里有机会和西楚霸王争艳，对不对？所以说最让人佩服的是什么呢？韩信封王还乡之后，还把那个曾经当众侮辱自己的屠夫叫过来，哎，面对满堂的诸将，指着这个人说：“此壮士也。”把他封为军中的中尉官职，还给他官做。你看，有恩报恩义，有仇不报难，这种以德报怨的这样的这种胸襟和气度，绝对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到了宋代，我们这个大文豪苏东坡啊，曾经在《淮阴侯妙计》这篇文章当中就感慨，他怎么说？他说韩信报王霸之大略，续英雄之壮图，故忍耻胯下。这个韩信他又是如何成功逆袭的呢？韩信呢，当时作为一个乱世当中的已经家道中衰的这样的一个青年人，他后来是怎么得到重用的呢？哪个是以他的相关这个成语能表现他这种初露锋芒呢？那个成语就是什么呢？国士无双。我们要知道啊，秦末大乱了，韩信的这阵儿呢也是弄着一把剑就开始参军了。他先是投奔谁呢？先是投奔那个项梁，没得到重用。项梁死之后，他又投靠项羽，也没有得到重用，不过就当一个执戟的郎中。什么叫执戟的郎中？就类似于高级卫队成员。乱世英雄是择主而事，这阵儿呢韩信就改投刘邦。但到了汉军当中呢，韩信依旧没有得到重用，只不过当一个连敖这样的小官。什么叫连敖呢？类似于军中司马，和在项羽帐下那个官职差不多。更倒霉的是呢，有一次他犯法当斩，但是他这次犯法不一定是他犯法，军中犯法是连坐的，可
可能是一个人犯了法，有个当大官的，这些人都跟他一块连坐，等于是一块被斩。他前面13个人都被砍了，结果呢，临到砍他的时候，关键时刻啊，他遇到刘邦的一个哥们夏侯婴从那儿路过，他就大喊：“汉王现在不是争天下吗？怎么能斩壮士呢？”结果夏侯一回头一看，呵，这小伙子长得又帅，即使被捆绑在当地，跪在那儿都高别人半头。因此夏侯婴就把他给救下来了。哎，这个当时救人杀人就是一句话，然后马上就把这韩信还推荐给刘邦。虽然韩信得到了刘邦老哥们夏侯婴的推荐，刘邦当时烦着呢，事儿也多，人也多，就没当回事儿。他仅仅让韩信呢当个什么呢？治粟都尉，就类似于管理粮饷的军官。但人才就是人才，你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肯定能够抓住。就是因为管理粮饷啊，韩信呢，他当时就有机会兼触这个汉军的这个所谓的后勤部长萧何。萧何是管辎重后勤的。萧何和他谈了几次之后，大齐极力向刘邦推荐。当时刘邦呢连连败绩，正倒霉呢，也根本拿萧何的话没上心。韩信呢，你看这么多人推荐我，刘邦都不用我，也挺寒心，前途渺茫。趁着汉军在南郑打败仗的时候呢，这哥们就连夜逃走了。听说韩信跑了，萧何顾不得向刘邦汇报了，星夜单人独骑就追这个韩信。因此呢，民间就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哎这个传奇典故。还有什么诗？不是韩熙一夜长，哪得汉朝400年啊，讲的就是萧何把韩信追回来了。刘邦当然不知道萧何是去追韩信，就以为自己最忠实的手下也跑了。因此当时啊，他就如失肝胆。所以呢，转天这个韩信回来了，刘邦倒没怎么说，觉得你回来怎么怎么样，他就大骂萧何。他说：“你真不是东西，你怎么你也跑了呢？”萧何当时就解释：“我哪里是跑，我是追韩信去了。”刘邦啊，他在那里一听这个更不信了，接着骂：“昨天晚上有名有姓的诸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去追谁，你去追哪门子韩信啊？”哎，萧何这阵回答：“诸将一德，韩信国士无双。”如此呢，韩信这个时候才真正入得刘邦法眼，得拜为大将军。登堂拜将之后呢，刘邦就向韩信问计。到了这个时候，人都登坛拜将，你是骡子是马就得拉出来溜溜。这个时候韩信呢，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才华得要展现出来。他当时呢也不客气，问刘邦：“大王，您和项王项羽比，在勇悍人强几个方面，您能比得上项王吗？”默然良久，乖乖承认：“不如也。那我比项羽差远了。”你看刘邦既然有如此自知之明，韩信就推心置腹，对刘邦先是表示拜贺，你看你有自知之明，然后就给他分析：项羽看似强大，其实有很多弱点。首先呢，匹夫之勇，他不能任用手下能人强将；其次，他妇人之仁，舍不得对人有所封赏。所以呢，项羽只是表面强大而已。于是呢，韩信就建议刘邦：“你先定关中，以天下之地大封功臣，而后天下唾手可得。钻石就是钻石啊，即使埋得再深，只要有重见天日的那天，就会熠熠生辉。”如果我们知道楚汉战争之际的历史啊，我们就可以看到，韩信的预言日后一一实现，楚汉战争的演变，完全和韩信当时给刘邦推断的是一模一样。而后呢，韩信是不负众望，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秦魏王破代国，又灭了赵国，又使得燕国的臧叔投降，又使得齐国大地皆归于汉国。为史之战呢，他又把项羽的大将龙驹给杀了，直至垓下，最后他率领整个联军全歼楚军。所以他这一生啊，无一败绩，天下英豪啊，那简直是就属他最牛了。那么在这些战役中、战争中，最能体现韩信连百万兵无敌天下的一战呢，就是垓下之战。此战的历史意义就是决定了中华天下最终归属于大汉朝。历史上呢，韩信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的军事才能。他的出道第一战是什么？就成就了一个赫赫有名的成语。这个成语呢，就是暗度陈仓。暗度陈仓呢，确实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个著名的成功案例。当然，这个成语还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是怎么回事呢？说是鸿门宴之后啊，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了嘛，就把他远贬到汉中和巴蜀地区。那么张良当时就建议刘邦，为消除项羽的猜疑，咱们出发后啊，全部烧毁入蜀的那个栈道，表示我再无东向之意。同时呢，也可以防备啊项羽派别人袭击咱。那么得到了韩信之后，那阵天下大乱，刘邦呢，他这个胆力俱增，就锐意想和项羽争天下。为了麻痹项羽分封的那个雍王章邯，韩信呢先派范哙等10000多人啊去修复烧毁的栈道。那么栈道修复工程非常艰巨，大伙儿都知道，悬崖峭壁上弄出一个小道来，用木头搭那个桥太难了，进展非常缓慢。章邯呢是一老将，他当时就料定哦，你要重回栈道，来进攻这个三秦，这也太不容易了，因此他就毫无戒备。殊不知，韩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自己率领汉军的主力，从这个勉县越秦岭，抄小路向陈仓进军。等到章邯发现的时候，韩信已经和范哙合军一处，一举击败章邯，逼得项羽当时分封的雍王章邯自杀了。另外两个王爷呢，什么塞王司马欣和狄王的董翳啊，这两个人打不过，投降了，等于一举平定了三秦地区，夺取了关中宝地，这个一块地方就成为日后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最巩固的根据地。这就是呢“暗度陈仓”这个成语的来历。咱们现在看韩信的画像啊什么的，确实是英武之人，好像但也有30多岁了。但当时的韩信不过是24、25岁的年纪，如此年轻，谋略却如此老道，最后竟逼得老将章邯自杀。你说这个年轻人一出道，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吗？韩信这个人在世界军事舞台上刚刚一亮相，就这么样闪亮的表现，确实太让人记忆深刻了。那么接下来呢，他还有没有更让人吃惊和震惊的军事谋略呢？当然有了，还有一个成语，就是说明他接下来的这个表现。什么成语呢？背水一战。背水一战呢，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发生在公元前204年，韩信呢率领数万新招募的汉军这个军队，越过太行山攻打赵国，攻打陈馀和赵王赵歇。最后呢，他以背水一战这种当时认为是绝阵绝地的这样的一种阵法，击败了陈馀，生擒了赵王赵歇，等于是把赵国完全收复，立下了如此大的功勋。在这里呢，我就不详细讲了。那么韩信这个人一生的结局啊，在韩信庙啊，当时有一副对联，就完全总结了韩信这一生：生死一知己，唇亡两妇人。一知己就指的萧何，两妇人呢是指当年给他饭吃救他命的票母和后来要他命的吕后。这就是韩信的一生的概括。韩信呢，他其实在后期也是很谨慎的。你比如说这个击灭了项羽之后啊，刘邦一统天下，他当时就怕被陷害，然后尤其他又被贬为淮阴侯之后，他经常托病不出门，直到后来呢萧何邀请他一起入宫，那韩信呢推脱不掉萧何的面子，又想有萧何在，这个是当时提拔我的人，跟他应该肯定很安全的，他就和萧何一起入宫了。结果刚入宫，萧何就不见了，等于萧何是受吕后之命把韩信骗到宫内的。结果呢，吕后就把韩信抓到未央宫内秘密处决。萧何曾经月下追过韩信，对韩信确实有知遇之恩、保荐之恩，但韩信的死却是他利用了韩信对他的信任，最终呢，他还是害死了韩信。所以说韩信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知道感恩戴德的人，他在政治上也属于缺乏那种狠毒猜防的这种这个性格，他缺乏那种所谓的政治大智慧，因此呢他的那庙才让写生死一知己，指的是萧何。韩信被杀的汉朝官方给的罪名是谋反，司马迁如此叙述：韩信被贬之后呢，郁郁不得志，刘邦老哥们陈豨就出任巨鹿令，临去当官之前呢，陈豨来跟这个韩信辞别，韩信呢平退旁人，拉着这个陈豨的手在庭院里转了几圈，就说啊，
我有话想跟你说。陈曦说，那您指示吧。韩信就说，巨鹿你去的那个地方天下重地，您又是皇帝姓陈，如果朝中有人接二连三说您坏话，皇帝说不定会怀疑您，肯定会亲自领兵去打击您，去攻杀您，到时候我在朝中做内应，天下可图也。陈曦呢一向知道这个韩信的能力，听了这番话之后当即拍板说，一切都听您的。不久之后呢，陈曦果然造反了，汉高祖呢果然像韩信所说的那样自己率兵攻打。当时啊，韩信啊他是因为病没有跟随这个汉高祖一起去，听到陈曦造反呢，韩信呢就秘密派人联系，准备呢就像先前密谋的那样，放出大牢的犯人，攻入皇宫抓吕后和太子。不料呢事情败露，韩信一个家臣的弟弟跑到吕后那里去告密，因此呢韩信被吕后这个萧何设计杀掉。所有的上面所说的刚才这一段都是汉朝的官方叙事。有人可能会说，韩信这种军事天才，他真没有称王称帝谋反的心吗？我认为他真的没有，机会一直有。在历史上你说韩信真的造反吗？真的想造反吗？他有谋反的实力和机会吗？他确实是有谋反的实力和机会，但绝对不是在他被贬为淮阴侯甚至处于软禁状态中那个时候想谋反。他谋反反叛汉朝最佳时机是在他杀死项羽手下大将龙驹，又灭了齐国。那阵刘邦啊还在荥阳那儿和项羽相持了，天下事尚未可知的时候，当时他在军中威望极高。所以说呢，你看有个这个项羽的派出的说客，那叫伍奢，还有他这个他自己手下的谋士蒯通，当时都劝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帮助汉国的刘邦，刘邦就当地了。西楚霸王这个项羽联合，那天下那肯定就是姓项的了，您肯定居中调停，实际上是真正的第一人。但当时的韩信坚持认为汉王刘邦啊对他不错，什么解衣推食嘛，吃的东西给我吃，这人对我太仁德了。因此当时他拒绝了伍奢和蒯通两个人这个建议。当时这两人就认为你可以三分天下。你想韩信那阵有钱有势有兵有权的时候不反，却在被软禁的时候想反叛汉帝国，可能吗？显然所有上述说的那一切，他怎么怎么样和陈曦那些东西，都是汉朝政府对他的栽赃陷害。我们如果仔细品味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谋反的那一段，韩信和陈曦谋反当时并无第三者在场啊，他都平去旁人了，旁边没人啊，那么到底这两人说的什么话密谋造反，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啊。司马迁写韩信谋反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心里头完全同情韩信的，但是呢当时有汉朝皇帝当政，汉武帝在那儿待着了，这皇帝多霸道啊，都不能执笔，可以说司马迁是故意露出破绽，在文笔当中这个破绽给后人看，暗地里就是想告诉后人，韩信造反啊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事情。纵观韩信这一生啊，他一直是抱有宁死不复汉这样的一种精神信念，如此将仁义看得比江山和生命还重的人，最终呢却为功高震主被诬以谋反这样的罪名，惨遭灭族。他的遭遇确实是让我们后来的人在读到他的历史的时候感到深深的叹息。